这个25B 是一个东南转角的一个两万料位，进门这边是电子的门槛，后面的一个洗手间，淋浴的花洒。我们走进去，这是客厅，客厅是正南的，双门烤箱，双门冰箱。带饮水机的，这是东面，能看到帝国大厦。这边这个看的是哈斯亚子，还能看到哈德逊河，是一个很高、特别大的巴塔。很开阔，洗衣机、烘干机，这是一个次卧，次卧是正南的，空调都是嵌入式的，次卧里面有一个柜子，主卧是转角，东南转角。现在是上午11点，太阳特别好。帝国大厦，嵌入式的空调，洗手间，主卧里面是浴缸。咖啡。